喂，金将军咁啱啊！喂，一人一句帮手读。好啊，歌唱比赛主持邀请函，收件者唔系啊，下面啊，司徒教大先生。我嘅，感谢李凌秋空为我们拍摄歌唱比赛的宣传短片，以下为短片的一些主要内容。歌唱比赛全名 The Poly Art Acoustic Singing Contest 2012，理工大学综艺理工大学综合演艺社原音音乐歌唱比赛2012。我到我，举行日期的时间地点是2月16日夜晚7:15，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（括弧 JCA）。宣传对象是学生啊，门票快发地点咧系日期啊8-10日啊2月 VA71门口，此两项喺 video 可以唔睇，早知唔讲啦。宣传短片的主要目的是让同学知道我们2月中就将会举办歌唱比赛，同时认识司徒先生。因为这个短片的表达方式可以由司徒先生自导发挥，例如以新年为题。傻的，我都用介绍的。那我呢？你是金将军，是人都认识你。讲得好，到时见，拜拜。